你觉得你的爸妈那一个时代的人有什么特质呢？好，爸妈们又是怎么样来看你们的？联合报就特别做了一个世代图像的大调查，以40岁来当作分界，结果就发现哦，40岁以上熟时代的这个眼中呢，新世代他的特质像是创新啊，而且呢像是比较懒散跟不知足、不负责任。好，这些都是新世代普遍的问题。而新世代看熟时代，这个优点呢就包括了负责又勤奋，而且很知足。好，可是背后的缺点就是过于传统。那么光观察下来哦，两大世代对彼此是否负责任的感受是差异最大的。因为呢，这个熟时代的眼中啊，觉得40岁以下的新世代最缺乏的就是责任感。